嗨，我是叶凡 Danny， 一名原创音乐人。我喜欢跟我的乐器们待在一起，喜欢他们带给我的美妙的瞬间，喜欢遇见美好的事物并且分享他们，热爱夜晚还有月亮，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原创。We had a crunch, but now I'm just a few down. Like I told you, I was young, I was in the age of doing all things wrong. Just like round into the sun. 我的创作大多数跟自己的经历，还有一些做过的梦有关系。一边是通过音乐去记录一些已经有过的情绪，然后另外一边是对一些还没有被发现的美的事物的幻想。我很喜欢夜里出门看月亮，好像只有那个时候才会出现一种说不太上来的安全感，然后就会很快平静下来。这个应该算是我创作上面的一个小癖好吧。叶凡的音乐类型并不是那种要有一个起承转合很明显，然后要做深做大的状态那种歌，它是直接就给你一种让你放松。你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，听他的歌时候，觉得他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自信好自如。我觉得敢做让人放松的音乐类型的音乐人都是很勇敢的。Hope you never comes again.